黄依琳，还有杰里吴佳琪，还有姚一山。哇，这三位青春靓丽的女艺人今天真的是好美好闪哦，而且三位美女都入围了我们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，祝你们好运哦，今晚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有另外一辆轿车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。是的，我们的三位新生代艺人朋友们，啊，这个造型真是各有各自的风采啊！